老师，哎，我看要下雨来了，我们要快一点了。知道了，冬天要来了，再冷下去，芋头都要冻坏掉了。所以今天快点挖掉了，再不挖掉的话，等下冻掉了，我们是白种了嘛。哇，这么多芋头，不知道要睡到什么时候啊！一天吃一点，很快的。那现在做个芋头红豆沙呗，刚好是刚学的，还没试过。听你安排，反正这么多芋头给你练手就是了。我剁鱼子都会准过呢喂。小心点、啊。哎呀，哇，好多了，兄弟。哎呦！哎呦！鸡都吓跑了，把鸡都吓跑了。这个我来，你先把鞋子换一下吧。哦，好的。好，吴建宇啊，我羡慕你、啊。怎么了？我一碰这个芋头都走痒，我看你接这个芋头都手不痒了呀。小时候芋头当饭吃，吃多了，现在有免疫的了。醒个鬼，这个老头子怪得很。哎，老沈。哎，你手上怎么会有茧啊？农村人哎，哪里手怎么会这么嫩哎？天天干活哎。我明天去镇上给你带瓶护手霜，手也要保养。你不是刚给我买了雪花膏啊？抹一点雪花膏就好了呗。该的我是委屈你了，人家都做上卷头发了，我们还是做那个土坯房。那又没事啊，人钱赚得多，有赚得多有过法，赚得少有赚得少的过法，过得开心就好了呗。但是我们去年开始做短视频，不是我们赚了一点钱吗？那要不我明年盖房子吧？好啊。肯定要给我盖的有院子哈，我要种花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好了，我也鞋子洗好了，那就晒一下。啊，芋头交给你了，我就把外面的芋头给整理掉。好的，你忙吧，把芋头接乖乖。哇，这个接要小心点，有点刮。芋头那么多，啊，去给大家分分。冰过的红豆煮起来更好吃。红豆就放这里煮，去兑一点备料，去兑一下糯米小丸子，倒一点水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水快，做丸子放下去。放在冷水里面，口感更好。现在剁一下牛奶麻子，去看一下红豆怎么样了。哇，好烂啊！再把芋头放下去，打开盖子继续煮。现在剁一下牛奶麻子，锅里放一瓶牛奶，再放一点内容，再放一勺糖，再放一点木薯淀粉，搅拌均匀，再盖锅。继续搅，煎了好了，再把火关掉。红豆也好了，直接装着了。现在再放一点麻薯。再放几个小丸子。吴建宇，快点来尝一下，好了。啊，终于做好了！哎、啊，饿了没有？饿了。你都饿了，你都饿了。那少煮给你。最好吃，甜甜糯糯的。嗯？妈。看看。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要给我讲？这个花，你看看，哪个花最好看？这么早都给你掉了？